没事，小胡别怕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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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后面有人，闪着就闪着。你妈这也能够得到吗？你在守什么呢？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在玩什么？没事，我有这个大刀。猪去下了，猪去下了。不不不，猪猪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是想专心的辅助你上。呀，真他妈恶心！等一下，别急，等五秒钟可以越他，等五秒钟，别急，五秒钟。斑斑，我们要。炸了炸了！哎呀，这我也来啦！我们来了来了来了！没技能了，跳！大招全没。对对对，没事，小胡别叹气，你队友能全杀，没事，小胡。我靠，两助攻，这他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我现在操作一波，我怎么这波六级可以打？等我们打野吧，我感觉。坏了，小胡他已经在你脸上了，可以杀的。我操，你还没六啊 ？A 一下。其实血亏134。杀他不如他妈把这组石头人吃了。呀，心机感很啊！哦，我们伤门已经打穿了。没有闪现那个 ADC 玩物，坏！我不知道我在浪什么，我不知道我在玩什么。我这个不顶级体验，鳄鱼什么顶级体验？线上把对面打爆，肥的一逼，然后一个狐狸大。我加闪现杀他就是一种罪过，但是我就是想把他杀烂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呀！还敢亮标？191块。呀！我的闪现巨值钱，我用来杀他就是一种最大的罪过。他隐身了，嗯，妈不信你的梗，妈不信掉爹了，我说我妈的房炸大了，没事，你爹和妈都来了，这不哈哈有毒，在下面，在下面猪还有只猪在这里面，哦，没有，没在，没在，走了。我有你也来塔了，大哥，可以打。好肉丸的猪，我靠你！投了，对面又投了，进。